扒上点蒜啊，这块扒上点蒜。欢迎乐乐啊，没啥就做了嘛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大哥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一天看你吃的菜都快馋死了，跟你好好唠嗑，你上听。那你关键的，你问的是谁关键，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咋那么多好奇的事儿？